趁着周末带大家一起看看位于乌节路的 DA Orchard Max Woods 体检中心，每年都会安排检查，今年也不例外，给自己预约了一个女性全身检查。女孩子一定要重视身体检查哦，尤其是经常熬夜加班的，不要忽视健康问题。填写个人资料后进入到等候区，整个全身检查大概会用一个半小时，护士姐姐带着先去做基础检查，包括测量身高体重、心率检测等。眼科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说我有点轻微近视，以后再也不能躺着玩手机啦。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肿瘤标记检查，听说能筛查出早期的一些情况，没想到套餐里面有，真的太划算了。做完最后一项 X 光检查，终于来休息区放松一下了。休息结束后可以拿着体检报告去找医生啦。全科医生一对一的复查真的好细心，问了姐妹们最关心的胸部及女性方面的问题。不要生气，生气真的会导致各项指标出现问题，如果发现身上硬块的地方，一定要及时检查，和医生沟通哦。